なさいませ、マスター。其實是因為幾年前啦，我之前都有去過日本的 Loop Cafe 啦，咁我就覺得成件事好 fancy 啦，好靚啦，跟住然後就好特別啦。咁同埋另外咧，我自己都有睇動漫嘅，咁咧我睇嗰套動漫係叫做《會長是女僕大人》咁樣啦。咁咧就係、是、所以令我好深刻嘅，其實女僕呢一個文化。通常我會一星期咧，佢有兩日咗啦，都會喺呢度咁樣。其實我都係一腳踢曬嘅，我都會做曬嘅，即我都係直接係做一個女僕嘅身份咁樣。我喺呢度係。啲特別啲唔同咧，就係其實我哋有一個手沖咖啡嘅表演啦，咁就會係有一位女僕啦，就會係喺喺個面前啦，去即場沖咖啡咁樣嘅，係啦，咁就特別啲。おいしくなれ。